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啊。我们刚才直接就收到一个电话，直接就11:30就下播了。本来今天预期是到12:00多，就是确实临时有点事。对，现在我们到厂里面看一下，今天确实打电话着急让我们出来。对，先出来看一下咋回事。啊？咋了？我们在干嘛？您在哪呢？没有，我们刚下播，现在还正、我们在门口、还正提早今天就出去了，他叫我们到楼下来，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搞什么东西啊？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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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了就一百。看咋回事？哎，我这第一次带货，别吓我。他说他去接人了。然后他啪的咱直播出来了。我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哎呦、我胖兄弟来了。不是，有没有你啥时候来的？吓我一跳，你都不以为我。有没有很惊喜？有没有很惊喜？不是我胖哥啥时候来的？他去接你了，他说接的人接你。我给海珍打电话了呀。你咋不跟我们说呢？不是我都不知道呀。哦，对，我们在直播。哦，我刚才直播的时候播着，他夸他跑出去，他说我去接个人，然后我说你接谁？还没那个啥呢，他就说早点下播。你咋不跟我们说一下？我以为我直播出问题了。到机场了才给我打电话。那你也不说，我就问你去接谁去干啥，你也没说呀。他到了，然后我就慌慌张张赶紧跑。那你走之前也没说清楚啊？吓我一跳！我俩以为干啥呢？要怪冷不冷啊？你冷不冷？冷。说你没看我包了跟熊一样吗？我知道南通冷。天，你来过我就知道我来了。没有，对我南通这不是熟门熟路了吗？饿没？来了，咱先去吃饭。先，咱我都不饿，说啥呢？我给吓到了，是不是？中午让他请吃饭，让我胖哥请。我掏钱。怎么样？你俩商量。不是你刚说你没说你掏钱，你没说你掏钱之前，我想说我还是不去了。你是不是知道我直播卖货？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过来的。你是来，对啊，过来。懂就好。不是我，我觉得真的怎么说呢？我突然间我感觉我词穷了，我不知道说啥，但是就是哇塞，来了一个大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这不是第一次出来带货吗？然后其实我挺怕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以前他们叫我出来带货的时候，我第一场，因为我俩还聊呢，就怕两个大男人是吧？挺好的，因为我们这群都是小白，你带过你帮他们带过很多场，可能，哎呦，不是，主要是我现在不是都没做号了吗？我不是离开西瓜了吗？然后刚好我知道说你说要带货，然后你说第一次带货吧，然后之前身边的朋友我都帮过了，然后之前。有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是之前我们那个西瓜 play 的时候他帮过我嘛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得上忙，但是我就自己过来，刚好也就当出来。什么叫什么有点尴尬，我感觉我这样突然出现是不是有点尴尬？不尴尬，一点都不尴尬。尴尬很意外，很意外，真的有句话怎么说，叫患难见真情，就是废话。可能我帮过人可能你记得我，因为我不说的，那些我做人的人都不说，可能他记得我。那必须记得呀，谁帮过我，咱心里都有。好多人也问说那个。没有，我今天真的只是过来，很有情资源的啊，能帮得上，只要你需要能帮得上，我肯定帮。但是如果帮不上忙的话，我就当过来上上。这句话我也说过。你不要嫌弃我说过来。不嫌弃。哎呦，刚刚好，你想太多了，真的想太多了。因为之前在那个西瓜普类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视频就是频繁出现问题嘛。对，当时大家应该对，确实视频动不动就下了。对，他的视频老上老下，我也没跟他说，我就找去问了一下运营老师，我说他那个是什么情况，然后几个老师就我们就一起商量开会，然后最后找出了问题的原因。
又帮他把那个视频上上去了。他跟青妹，就青妹跟小芳那个号码。对。然后后来他问我怎么回事，他那老师告诉他。然后确实，当时那件事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他那边，当时他就在南通嘛，那打 play 的时候。那天就在南通。打 play 当时他们在南通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在说他视频出问题，然后说给凤凰就是那个啥，然后你不就是帮他找那些老师，帮他找那些就是好多工作人员嘛，是吧？然后就帮他找这个事情嘛，找被吓了，还三亚三个、啊。说句最难听的，要不是当时那个啥，估计他不累的。就当时就被吓了，直接就被吓了。他不说那些，去吃饭，去吃饭吧。你今天走，咱去吃饭。我什么都不说了。感谢谢谢谢谢我们的，咱去吃饭吧，小芳。没有没有，我突然间出现，我感觉。哎，我不再觉得我今天孤军奋战了，还有你。不要过来，孤军吗？啊？不，上午咱俩吃饭不好吗？好，吃饭有他来，其实我真高兴。别的千言万语咱们就不说了。对。感谢小胖的吧，重情重义的小胖，谢谢。离开西瓜还记得峰峰，那必须的呀。我虽然没在西瓜待着，但是你们身边这群人大家都还是朋友啊，对吧？我以后还要去你们水岭村吃鸡土鸭了。欢迎走，我们现在先去吃饭土鸡土鸭。今天下午的直播咱们能够看到小胖了。走，我们先去吃饭。拜拜。通天一声巨响，我胖哥叫你，我真的好高兴，不尴尬，没有尴尬，就是惊喜加惊讶，真的。走。